各位代表，治国必先治党，党兴才能国强，推进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切实加强党的建设，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勇于自我革命，一刻不停，全面从严治党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，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，确保党永远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，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。